现今社会发展迅速，城市寸金尺土，地区上迁出迁入的人口不断上升，在有限的空间内生活，不论是单身或是小家庭，大家都会利用收纳橱柜来整理物品。在结婚的时候，我为我自己的新房做了一系列橱柜的设计，没有想到孩子出生之后变成一个灾难的开始，因为一开始的设计是完全没有思考到小孩子的东西，所以当孩子出生之后，我完全没有地方放属于他的东西。那在当时的状况，我必须把我原本设计好的所有的装潢设计的橱柜全部打掉重来。所以在一开始我们研发方块躲猫产品的时候，我跟我们的总监讲，就是变这件事情很重要，我们需要把这个变的这个需求放到我们方块躲猫的产品里面去。然而市面上大部分的收纳橱柜都是半固定形式，或体积笨重而不易移动，成为原执行长洋气一般家具的固定形式，创造了轻巧易移、耐用防水的家具品牌。我觉得每一个人的收纳习惯跟需求，包括像身高都不一样的情况之下，我们应该要依据这些等等的这么多的条件去找到适合的一个收纳，让我们当自己收纳的主人。所以我们不管是在高度的尺寸的设计，或者是宽度尺寸的设计，它都是一个倍数的一个概念，所以我们可以透过不同积木的一个组合，随意的去搭配出我想要的一个形式。当我的需求改变了以后，我可以把这些东西拆下来，然后重新调整之后，它又是一个我们讲的非常完整的一个柜体的形状。3.0 它把很多外观上比如说一些接头啊，它把它隐藏掉了，所以我们在外观上看不到任何接头。细部的调整，我们有可调式的面板、可调式的滑轨抽屉，另外我们还有就是针对衣橱来讲，我们有可调式的衣挂架，它是可以针对不同的年龄层、针对不同的衣服的高度啊去做调整。1.0 呢，纯粹就是我们的二代老板啊，他就是想要在本身的旧产品做一些突破，所以他用的结构是我们本来传产的骨架，然后他加入了一些全新的元素，就是色彩，然后变得比较年轻化。那2.0的话呢，就是从1.0的比较单纯的层格或层柜呢，他去做了一些商品组合，把组合成基本款的家具。那3.0呢，我们做了深度、宽度、高度不同的组合变化，让使用者可以针对他自己的需求去做组合和变化。最近有一个老顾客回来找我，他这一次想要做一个床架。当下我一听到，我就跟他讲说：“哎，你要不要去买市面上那个哈，修个合影，拼起来可以收东西？”他说：“谁小朋友那么勤劳，天天去帮你掀起来收东西，再帮你把床盖下去。”后来我也帮他就是解决了这个问题。好，依照他的需求，他需要有抽屉，需要有开门的。当时他有问我说，如果我到时候我床不用的时候，我底下这些柜子怎么办？我说我都帮你设计的，你全部把它叠起来，就是一面墙可以使用。执行长从一份贴近生活、注重细节的心意出发，不仅延续了家族的梦想，更让习以为常的日常起居闪现珍珠般的珍贵乐趣。在4.0的部分，我们希望帮使用者在他不可变的空间中创造更多可变的空间，然后在商品的内部的使用的空间，我们帮他做更多不同的配件，让他创造更多的收纳空间。我创立方块躲猫这个品牌已经7年了，那在这个过程中，我们不断地去研发各式各样的收纳的一个配件，就像积木一样，可以让每一个人依据他自己的一个习惯需求，去做挑选自己适合的零件。做自己收纳的主人是我一直想要倡导的观念，好让更多人去实现心目中理想的家。